组上场厮杀的就是在网络上拥有极高声势的酷炫以及海妹，他们将面对台剧心机母女党郑中英与周怡佩。这场 YouTube 网红以及本土剧反派母女之间的争斗，究竟谁能拔得头筹，赢得奖金挑战赛的门票呢？好，一开始对战就是今天第一波的高潮，没错。那百万 YouTuber， 那酷炫跟金牌妹对上我们的台剧里面最有心机的母女。哎，这么说还好。哎，钟钟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挑大牙当你的队友？挑他就是因为他够聪明又够狠。够狠，心狠手辣，这很重要。够聪明，因为我是各大游戏节目的奖金猎人。真的假的？你最多拿到多少？20万。啊！我就因为这，你拿到过20万的，快要20万，因为我们总共的奖金40万，然后我们就分下来。哦 ，OK， 那酷炫，听到没？20万很棒啊！当然很棒啊！没比你参加过，你参加过拿20万的吗？一毛都没拿到啊！这样吗？没了。对，但我凭的是智慧与勇气。勇气比智慧多嘛？而且我今天没有带拖油瓶。你说的拖油瓶是孙生，他上次害我没有拿到最后的大獎啊。对，上次他们两个人在打打的时候到最后，那你可以考虑伟哥啊。那会更糟，更糟的。所以你今天选鸡排妹是？哦，是因为她非常的聪明，然后会精通各国语言。真的吗？精通各国语言，哪国语言？日文跟中文。OK， 台语至少三个方言。不过最起码你选鸡排妹，我觉得是聪明，因为鸡排妹参加过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的益智节目，她的表现是蛮棒的。对，而且起码画面好看嘛。对，画面比酷炫跟孙生两个站在一起，好太多了，好太多。好，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看起来这两队是势均力敌。OK， 那待会儿如果要是我们的挑战60秒，来酷炫金牌妹谁？我决定派出最聪明的嘉纯。鸡排妹由我担任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拍鸡排妹吗？因为我们刚前面还没开始以前，要让我们熟悉这个过程。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酷炫是烂透了，烂到了。鸡排妹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我连瑞丰夜市在哪我都不知道。对，他连夜市在哪，所以你才是猪队友啊！你什么队啊？我害怕会说他们坏人喽。他们坏人，他们坏人，他们是鸡排妹哦！你们呢？不要这样讲，我刚好歹也答对四题。我们刚刚在问林书豪，就你在讲红袜队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千万不要这样。他心目当中林书豪就是红袜的，就是红袜队，不行吗？不然不会是洋基队啊，对不对？洋基啊，不是洋基。你不要管他，不要闹了。周一，你跟大牙两个人谁上？我上好了。还是周一上？坚持。OK， 那就鸡排妹对到郑中英。来，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现在可以开始预测这样的对战组合，谁能胜出？来。很重要，哎，有比哦，有比哦，很近，有比哦，看到那么激烈的，先来一下嘛。我记得上次分身来的时候，什么票都没有。对，真的假的？组合不一样。哎，势均力敌的这一组，如果猜对的话，可以获得电子蓝牙家用标靶。OK， 好厉害。那目前看起来，鸡排妹略占一点上风，1500多票对1200多票，但是非常近。OK， 是到底谁真的能够胜出？待会儿答案就揭晓。决战60秒，金牌妹，请。好，好紧张哦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行了，怎么了？好，开始。3, 2, 1。请问，金枕头是指水果的哪一个品种？榴莲。个人综合所得税在几月开始申报？4月。网路热议的市政北七路在哪一个城市？市政北台中吗？台中。儿童节、青年节、清明节，哪一个不是在4月的节日？青年节。歇后语“泥菩萨过江”形容的是什么？自身难保。二的五次方是多少？二的五次方呢？我不知道，跳过，我数学超烂。新台币50元硬币上面的肖像是谁？50元谁啊？不知道，跳过吧。水的冰点是摄氏几度？水的冰点是0度吗？还是0度？目前国际通用的救援讯号是哪三个英文字母 ？SOS。正常情况下，大约怀孕几周胎儿会出生？哈，真啊？来，谁有答案？我不知道啦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的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不知道。36周。来来来来，请回答错。
一般正常大概38到40，因为怀孕10月，对，说10月怀胎，可是大概是38到40。我一直记得9个月。Oh, OK， 那因为鸡排妹不报税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她不知道大概几岁。我没发现，因为税务都是公司在处理，对对，都公司处理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对，来，中英几月报税？5月。哦，有没有？是吧？会吗？你看就知道是要在这要加报税要对哈。重要。OK， 好，那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鸡排妹答对了6题，哎，厉害哦！酷炫，你做当天题目，你会答对几题？我跟你讲，我决定把队长直接让给他。哦，这样是对的 ，OK， 对，是对正确的决定。好，来，鸡排妹答对了6题，终于六，如果你也是6题的话，两个要 PK 加1题，哦，7题的话就可以直接胜出。好，加油，来，请，准备好了，来开始 ，3, 2, 1。请问歇后语猪八戒照镜子的下一句是什么？里外不是人。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是哪里？日月潭。成语弄瓦之喜是用来祝贺家里出生什么性别的孩子？弄瓦瓦女儿。对。我国陆海空三军的统帅是谁？总统。黑尾鱼、樱花虾、大闸蟹，哪一样不是屏东东港三宝？大闸蟹。俗话说，千金买屋，万金买什么？跳过。妈妈的弟弟有一个女儿，她的年纪比我大，我要称呼她什么？表姐。统一发票开奖的日期是每逢单月的几号？25。腊月是指农历几月？跳过。运动比赛第一名叫冠军，请问第四名叫做？殿军。标准答案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太强了！来，终于来，终于很刺激，很刺激，很刺激，是老哥啦！你一看就知道，平常在对发票的是谁？几号？开奖？他都没想，想都不要想，超厉害！25。不过终于。你就是腊月，腊月是什么月？腊月是什么？腊月，农历12月。十二月是腊月。对啊，所以腊八粥是农历12月8号。腊八粥，腊八粥，谁知道 ？OK， 好，那但不管怎么讲，看起来应该是重音这一组应该是会胜出。来来，重音这几题，来，该不会？重音对了8题 ，OK。哦天哪，厉害！基本上被他们很厉害，超厉害，对，命中率很高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让他们胜出是好的，嗯，要不然不知道这对母女会使什么坏心。这么好，对对对，让他们胜出是好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要恭喜心机母女，来进行我们的奖金挑战赛。奖金挑战赛规则介绍：奖金�挑战赛一共有4个阶段，共8道题目，全部通过则可赢得奖金10万元。而线上玩家参与方式：首先下载一期 App， 进入台视一期 Q 直播间。奖金挑战赛每回合必须从第一题开始，如果是中途加入或者是答错，则会转换成观众模式，答题时间为10秒钟，只要能连续答题到最后，就有机会可以赢得10万元奖金哦。好，惊涛骇浪之下，心机母女呢下来参加奖金挑战赛。是，大家现在在演戏，尤其演到那个坏到露骨的那些角色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负面？我没有坏，坏是他，我是疯。哦，你看看，可以好好聊天吗？哦，这是妈妈坏，坏坏是他，是没有哦，一切都是为了他好。哦 ，OK。那终于你演坏，坏到最后，在现实生活出现过什么样一些？就是比如说去停车场停车，他不给我停之类的啊。理解。你在拍照，拍照，对啊，我还有一天拿 Lucky 啦，而且我还进去了之后，他看到我之后，他跟我说，哎 ，Lucky， 我就不让我停啊。天哪，那代表你演技受到你还好，我还好，还好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大家都还是很爱我。对对对，好，那这就是演技好，好到骨子里就是这样。对 ，OK， 没办法。好，那来，大家提醒你，前4题有1个球就可以用，好，千万别用。你们有啊什么？千万别用，当然是留给我啊。没有，活着比较重要。也是。你们有没有自我期许？大概可以到几题？至少可以超过4题吧。如果没超过4题，没超过4题的话，我就把我女儿卖掉，来给你们当小天使。你有经过我同意吗？她是坏妈妈。哎，不要跳槽吧，她很值钱的。是是是是。好，你希望最少过4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啊。嗯。来。大牙奖金挑战赛小学官，来第一题，请问电影《哈利波特》
这里面哈利和荣恩的好朋友是谁？比利、妙丽、美丽、山川壮丽。各位，这很好笑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严肃严肃严肃，好不好？说不，可能他不会哦。哎，这题蛮简单的。答案是妙丽，确定？确定，不是山川壮丽啊。那是还会选别的吗？是是是，哎，有没有国旗歌 ？OK， 妙丽，标准答案。好，那轻松过了第一题，加油啊！好，来第二题，请问台湾童谣《Diam Ka》，它的歌词里面唱掉 Diam Ka Diam Diu Ka， 请问那 Diam Ka 指的是什么？柏油、强力胶、狗大便、鞋油，请作答。黏着卡，叫阿爸买迪卡，那是柏油。柏油，确定？确定。柏油，标准答案。啊，我没有用球球。大家没有用球球，对你真听你妈的话。那中学官要换吗？要不要换？小学题没有让你们失望吧？不用换啊，要换吗？他答得那么好。前面比较简单。前面比较简单。你想一下。确定吗？可是他的意思是说，你的程度还是简单的来。然后意思是说他比较聪明，他只能答简单，所以你要换吗？那你来吧，要不然你就来来来，我会站到尾哦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。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好，那前面的题目还好吧，周颖？第一题我就不知道哎。你猜山川壮丽吗？山川壮丽。我会猜之类的什么丽？丽。OK， 哦，因为你没有看那个哈利波特。对啊，没有。好不好？好，那没关系，反正在前最后三四两题还有一个球就可以用，对，你只要这样就乖。好，哎，他没有用掉，好不好？给我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来，中学官，来第三题，请问人的眼睛没有办法分开转动，在同一边，嗯，那请问下面哪一种动物？他的眼睛可以分开转动，哇哦！变色龙、鳄鱼、螳螂、蛇，请作答。变色龙、螳螂、鳄鱼跟，嗯，可以分开转动。变色龙吗？你可以，你可以直接回答。求救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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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难哦。你要天使召唤还是盟友救援？天使召唤是小 Q， 然后盟友救援是线上的观众给你参考一点。盟友救援，盟友救援，所以你要线上来。对，盟友救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2800多位线上的朋友是变色龙，其他的大概比例都比较悬殊一点。你可以参考他的答案，或是你要选自己的答案。因为我刚才也觉得是变色龙，只是我不肯定。OK， 对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变色龙，确定？是。为什么你会想到是变色龙？因为我记得我好像看过变色龙，它会。东跑西跑的眼睛，我也会东跑西跑，谁不会东跑西跑？鳄鱼也会啊，蛇也会啊，螳螂也会啊。他的眼球会可以，他眼球会东跑西跑。OK， 变色龙，标准答案。所以你看，不管你看像那种动物频道，或是甚至连广告，有的广告会特别凸显那个变色龙的眼睛，它眼睛可以360度的环视，而且分开不同角度，它可以一边看着黄灯灰，另外一个眼睛这边看着。看脸这个地方，所以它跟我们不太一样，变色龙。可惜你用掉球球，一开始就对的。哎，好吧。好，没关系，接下来靠自己了啊。好。来第四题，请问下面哪一个神社或寺院是在京都？明治神宫、清水寺、金刀比罗宫、春日大社，请作答。清水。确定，因为我只认识清水。哦，是吗？他不是台中清水哦。喂，清水寺，休息一下。应该是清水寺，确定？肯定。啊好 ，OK。大家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选变色龙。我听到这一题我不知道。这题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因为我过年的时候才带小孩去过大阪，所以我还记得他们好像有在那穿和服。之类的，去大阪，你说意思说金板神，对对对对对，一线我们还要去那个，哦 ，OK OK， 清水寺，标准答案，对嘛，清水寺，好，那过了中学关，奖金30000块钱，要不要换人？要不要换？换吗？这时候换，换好这样吗？对，此时王牌大牙出来了，神救援，神救援，不见得，我累了，两位。
两位会不会这样子坐着坐着，然后接下来十万奖金就到手了？有可能哦。后面四题都没有求救 ，OK， 完全靠自己。好 ，OK， 准备了啊、哦。来，大雪官，请问，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谚说：“有钱什么贼大惊，无钱秀才是人人惊。”它形容笑贫不笑娼。那请问，这中间坐大厅的应该是填什么？猪公、乌龟、蟾蜍、老鼠，请作答。好，想一下，台语剧好歹也拍了这么多了。来，时间。要跟秀才。好，来，大家给我答案。以语法来猜的话，应该是鸟起。鸟起，老鼠，确定。还是低低空。鸟起。鸟起，确定。老定。好 ，OK。中英知道吗？应该知道了哈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猜猪公啊。猪公哦，五级低公最大听，无钱秀才是人人惊。猪公听起来对，好对，这两个比较对对仗。有没有其他人有别的答案？举手，请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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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知道了。你会猜哪一个？他说确定了，没关系。他的题目哎。我应该是猜老鼠吧。哦，五级鸟气这一段。因为老鼠很胆小啊。哦。那就他不会在大厅的。怎么可能敢？他应该是在巷弄内。会不会是蟾蜍啊？嗯。因为大家都会说蟾蜍是咬钱。咬钱。嗯。哎，这题的答案，大牙是选的是。我的生肖老鼠。老鼠。老鼠。是老鼠吗？不是老鼠，该不会是乌龟吧？也不是猪公、啊、也不是咬钱的蟾蜍。乌龟，真的是乌龟。这有一点骂人的话，乌龟就是说有钱的话，就算是黄毛乌龟，对，都可以坐在大厅。了解，他就是骂人的话。你没钱，就算你是个秀才，大家看了你都跟见了鬼一样。笑贫不笑娼的意思、okay、了解，这样听起来就觉得也通吧，就是骂人的话。也是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他们说“哦龟”的意思吗？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对 ，OK。好，来，过还好歹到了大学关，所以到中学关，我们有30000块钱的奖金，有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线上刚才存活人大概有400多位，麻烦我们待会儿一起宝宝跟台式宝宝，多个人好厉害哦，蛮厉害的哦。你们要选哪一个？来，我们来看一起宝宝跟台式宝宝。我们李律师那个地方手上牌子已经拿在那儿，后面有一个是 double， 一个是归零，嗯，选哪一个？两位哪位？你选。来，大家。一七宝宝，一七宝宝是 double 吗？翻牌。很抱歉，我知道黑喜天早要见咖喱博官，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，咖喱博官，算大牙，算大牙的，算大牙的。Okay, okay. 好，那不过也非常棒，也到了大学关了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